家三口穿的鞋子，爸爸的鞋子是限量版鞋子，最后的大惊喜款。先来看看妈妈穿的鞋子，妈妈最爱美，所以是一双高跟鞋。妈妈每次穿这个鞋子，心情就像你的第二个表情包。你有没有和妈妈一样的鞋子呢？你觉得我画的好的，能给我一个这个吗？喜欢妈妈的鞋子，来个小五表情包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准备好送给妈妈一双玉鞋子吗？当做新年礼物，画一幅鞋子画送给自己的妈妈也是可以的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我最喜欢我自己的鞋子了。你们觉得我的鞋子可爱吗？穿着舒服吗？我的鞋子也是热销版，你喜欢我的鞋子吗？你有和我同款的鞋子吗？喜欢我的鞋子来个蓝色图片，谢谢大家了。马上展示爸爸的限量款鞋子了，爸爸这个真的与众不同，看着前期造型就知道爸爸的一定是个大惊喜，很有型的样子，我怎么感觉到一股味道？哎呦我的妈！